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来，很累啊，对对，不要太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按做手盖，哦，不要换脚，就一脚，一脚，一脚一脚，一脚做十次，十次哦，哇，越高越轻松了，第一吼，管它是用力，要用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每天晚上要睡觉前做这个，对，做这个可以怎样？膝盖，膝盖，膝盖，这个会挤在这样，这里凹下去，这个动作有效吗？没有下，这个就是不同的。那这个这样进去要怎么做？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腰枕，腰枕就是调整你前后弯，所以我们身体要左右正，要什么？前后正，还有一个什么水平的正，全身这样才会正。你看你的右眼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左眼比较小。每个人不是都这样吗？大小眼、啊。不是。妈妈生你的时候是大小眼吗？没有。我脚也是啊，都大小，小也不一样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的姿势长期不好，就造成这个问题。就是呢。就是。哎、欸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那个我常常这边会掉啊，给人家整的话，他说招肩有没有？就整个，然后就说整个，这边叫什么？肩胛骨是吧？肩胛骨啊。对啊，就常常他就说招肩啊，就好痛好痛。应该是平衡的，但是呢，他我们发现他是这样子。我是怎样？还不平衡，我这个也凹进去了。对对对，那个就是你的第五椎啊，对，腰椎第五椎啊，前滑了。第五椎是在上面。不，第五椎腰椎啊，腰椎啊，是腰椎的引起那个地方。那怎么凹进去？那个就是方法，就是医务疗法，就帮。是你明天去医院。好了好了，等明天。走走，不要走。老师谢谢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样子哈，就是站着坐。坐还有什么坐着这样子就三个把你膝盖练好，不要小看它，每天踢每天踢踢个哈、哦、三个月下你看不一样，那三个都牛做的。就一天三个，不是你有空，他是说有空站床上到外面啊，没事等公车的时候，或者那个时候把上面，你练练啊，对不对？躺着当然不能随便乱躺啊，坐着有椅子坐就。哦、拿一个衣服啦，或者是撑着啊，让脚要绑起来，不要直接去摩擦。哦，为什么架起来是这样子？关节拉开，这样子就是底下动，就不会摩擦到，不会摩擦到就不会磨损到你的什么软骨，而且这样动的，你关节一来呢，你如果给它充分的原料的话，对不对？它就会做什么？重新修。因为我今天没有想要讲这个，所以我围了个图。本来是什么没有空隙的啊，两个连在一起的。你吃了之后有空隙了，空隙是什么东西？哪里生出来？再生啊，哦，就是有原料它会再生的。哦，因为你妈妈给你的那个骨头上面够，但是呢，软骨素跟胶原蛋白不够。外面是不是应该可以买得到？就是三个混在一起吃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每天要一定的量，分三次吃。分三次吃。对对。就像我一个跟我合作的一位食品专家哈，他就研发出来了，我那边有。这三个是吧？都有的。他混成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，每天泡着喝。我是他常常腰酸背痛，有什么动作可以一直？腰酸背痛啊？我这就腰酸。